在是要阻扰社会安全网的讨论吗？黄秀芳委员跟吴思雅委员跟林月琴委员在阻扰社会安全网的讨论。要护航，我们要秩序。我要回询问，继续发言，进行表决。提案人苏清泉、涂全吉、卢建一、邵天在。没有对孩子保护的时候，没有这种气魄。我们要保护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开始。这种气魄，不敢监督会不负，只敢监督立委。这是什么样的执政党？要心虚，不要心虚。全委员了，不要心虚，模糊焦点了。不要模糊焦点。全民只要把你 Don't touch me 不要碰我，你刚刚这样用暴力把我整个这样扯过来，可以开始报告吗？太过分了，可以报告了吗？陈玉珍用暴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在这里就可以开始了。百万订阅大突破，台视新闻 TTV News 感谢有你，重要直播随时掌握，时事新闻不漏接，一刀未剪，新闻看得更完整。国际重大事件 ，catch 时事最新脉动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